各位投资人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随遇而安》。那我们昨天有进了一档多单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对未来行情看得比较悲观。那如果说我会进多单买股票的话，那一定是利润风险的比例差距相当大，所以说我们才会买这档股票。是哪一档呢？我们昨天9:05的时候我们就喊进了2465的立台，39.4元上下一档买进，那收盘呢是比这个39.4元还要低，因为昨天初步是跌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看应该是涨停锁死，不会再打开了，所以说我们发一个扣讯给我们会员，昨天买进的2465涨停板。为什么我们会进这一档呢？你看，昨天是这根黑 K 线呢，我们进在这根黑 K 线。你把这根黑 K 线对照过来看的话，这边有个高点，这边有个高点。那昨天黑 K 在这边，那不是三尊头吗？或者说前面有反压吗？所以说你这档你不能单单用日线来看，如果说用周线来看的话，用周线来看，它昨天是刚刚突破这个周线的反压，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，只有这样子吗？不止啊，不止啊！你看月线，月线它昨天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第一根往上突破，所以说像这种月 K 线呢，月 K 线它有办法整理完之后，均线纠结往上突破，像这样的突破走势，后面都最少都是1倍的行情了，所以说我们对于行情虽然看得不太好，但是有这样现行的股票，我们还是会买进的。你看它之前它只要是往上突破均线反压，这里往上涨了8倍，这里往上涨了2倍到3倍，这里晚上也涨了3倍，所以说我们当看到这样的线形，它往上突破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是9:05了，一开盘我们就较劲了，我们一开盘就较劲了，所以我们晚上做功课也是做得很认真了。你看这里，那我们昨天就有跟会员讲了，那可是有个会员对于财报，他有疑虑，他说九月财报有何看法？那一般九月是公布季报啊，季报是在当季结束后一个月之内才发布的，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季报跟月营收还没出来。所以说，但是我们跟他讲，我们这个2465，我们停损是设在37块。像这种月 K 线有起涨迹象的股票，可能都会涨1倍。从利润风险来看，我们停损是设37，所以是有2块钱的风险，但是有40元的机会。所以说这样的利润风险比的话，虽然我们行情看的比较不太好，这样的利润风险我们还是进多单。那他又问啊，说还没公布财报，你们这怎么敢买？不担心财报不佳吗？这档它 AI 伺服器就要出货了，等货出完之后，营收数字才会反映在财报上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属于 AI 概念股啊。像这个时机点，你怎么去找在突破点的 AI 股啊？这个非常难得啊，非常难得啊。所以说我们昨天9:05就较劲我们的多单了。那另外一个会员呢，有跟着我们做空单，光宝见准。那目前 K 线形态都是开高走低的黑 K， 空单还算安全。那我们有进来，请他进立台，立台停损是在月线37元左右，月线位置还会再往上提升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它没有往上走，而往下破月线的话，那价格也是在37元以上。所以说，像这种月 K 有起涨迹象的股票，通常都涨2倍以上，利润1倍，风险2块，值得试试。
所以说我们会员昨天都有进这档股票，那有个会员昨天还进了20张。所以说你看，我们同时有做光宝建准的空单，我们也做立台的多单。为什么会如此？我们把现行摆在一起看了，你看光宝它的走势是下跌之后反弹，反弹之后又往下跌破所有的均线。如果说你是熟悉那个葛兰碧八法的话，依照葛兰碧八法，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卖出讯号啊。从日线来看，那立台呢？立台的日线是怎样？它在这里突破所有的均线之上，上涨、回档，再往上走。所以说，依照葛兰碧八法来讲的话，这里是很标准的买进讯号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一档做空，一档做多？它的现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不是闭着眼睛所有的股票都做空，我们都是看现形的，这个非常标准的卖出讯号。这个从日线来看，那我们从光宝跟立台的周线来做比较的话，你看这个几乎就是尖头反转了，尖头反转，那往上弹根本弹不到这个均线。那立台呢，回档之后在这边整理，均线纠结，那往上跑。你再从月线来比较的话，它从光宝从108年这边起涨之后，这几年之间涨了5倍啊，涨了5倍多，4-5倍。那呢，立台呢，现在才刚刚起涨，而且你仔细比对这边的 K 线形态，它是下跌之后震荡打底，往上突破所有的均线，一个红 K。你看当年光宝这里下跌打底，往上突破，往上一根红 K 突破所有的均线。你看这里的线形，跟这里的线形是不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？它这边涨了5倍多，那这里呢？我们只有估1倍啊，那个还算少啊，还算少啊。所以说光宝是如此。那我们另外一档呢，建准，我们也是有空这档股票。你看从月线来看的话，它长上影线黑 K 下来，但是你看它的起涨点，下跌之后震荡震荡震荡，一根红 K 突破所有的均线反压，然后呢就往上飙了。你看不是跟这边一模一样吗？所有股票的涨跌模式几乎都一样啊。你看到这样的现形，你还不进场吗？我们不是不做多啊，我们是要找到好的标的来做多啊。那如果说你从建准的周线来看的话，建准的周线，你看下跌之后反弹，反弹碰到均线反压，长上影线的黑 K。所以说这档股票你说能做多吗？那它呢，下跌之后均线纠结往上突破。所以说你单单从周线来看的话，这档做空是相当合理的，但是这样的股票就不适合做空，反而适合做多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之前这些股票我们都不愿意做多，因为这个风险太大，而且你看这边两个避雷针在这边，颈线在这边。所以说这档我们做空，这档我们做多。那你同时来看电脑周边类股的月线来看的话，你看看这里的形态，下跌之后震荡，这边一根红 K 突破所有的均线，所以说才造就这一波电脑周边类股的涨势。你看形态跟这一样啊，下跌之后
震荡震荡震荡，这边一根红 K 突破所有的均线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这档股票我们昨天才敢叫多单，因为我们看它的利润跟风险比差太大了。我们停损都要抓2块钱的停损，可是你拿这2块钱可能的风险去拼它往上一倍的行情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划得来。这是从技术线型来看，如果说从基本面来看的话，这档股票它前面半年是亏损的，它真的是亏损的。有危机才有转机，它后来转做什么？它去转做 AI 的伺服器啊。你到哪里去找？现在是起涨点的 AI 概念股啊。它的 AI 伺服器大概这几个月就慢慢开始出货了，一出货整个就反映在营收上面了。另外它还跨足生技类股，它做纳米的面膜，所以说这个慢慢都要铺货的东西啊。所以说这档我们认为是有机会啊，最主要是风险有限，我们抓2块钱的风险。你难道不敢用2块钱的风险去往上拼那个一倍的行情吗？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会较劲这档的股票啊，因为它这个线型真的是太漂亮太漂亮了。那我们看加权指数，加权指数目前今天来看的话，连续4天量缩了，量缩这个风险很高啊，大家不要看行情盘在这边不跌啊，这个风险真的很高啊。但是行情不好的情形下也有逆势股啊，也有逆势股。所以说我们这档2465啊，我们仍然是有点担心，就是说它会不会被大盘所拖累。所以说我们会时时盯着注意下档的风险，我们随时都会注意利润跟风险的比例，有危险的时候一定会带你跑。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持续报告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2-5858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2-5858-8512-5858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目前大盘包括电子类股、半导体类股跟电脑周边类股最大的隐忧就是这个成交量啊，就是成交量，大盘的成交量起不来，电子类股的成交量也起不来。
啊，成交量不起来的话，比方说没有人跟了，人气在退潮，人气在退潮，上面又有一大堆股票压在那边，你说那后面会不跌吗？后面会不跌吗？那我们看加权指数这边，你看连续几天都是量缩，你看上一次这里，当它第二次来碰到前面这个高点的时候，你看这相对的量跟这边整个是往下走啊，所以说你看这里一直到这里量往下走。那电子类股呢，今天量也是持续往下走，而且今天是一个小红 K 而已，还带一点上影线，没有量怎么往上冲啊，很困难呢。那半导体类股呢也是量缩，指数是往上走，它光一个台积电就让这个涨很多了，可是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其他的呢，所以为什么量缩，其他的没有跟着一起来。你看电脑周边类股，它不是量缩，它量增呢，量有增加一点点，但是量为什么增，你看它这个长上影线压下来，它开高之后往上冲，然后呢又压下来，你压下来造就这样的量增呢，比如说上档反压到高档的时候，上档反压就出来了，而且你看这里的量，这根红 K 对到这里的量，跟这它今天高点来到同样的位置，相对的量就相对减少，所以说这个量透露的相当大的危机点呢。目前来看的话，电脑周边类股整个趋势还是往上，但是上涨幅度已经慢了。半导体类股也是往上，电子类股也是往上，加权指数也是往上，但是它这个行情由趋势往上要变成往下，速度会很快，它不需要多少跌幅就可以让整个趋势翻转，所以说目前虽然是往上，大家还是要小心呢，还是要小心呢。所以台股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量的问题。那我们看一下国外的情形怎么样？你看债券价格往下跌了，表示说殖利率又往上走了，这是一个风险所在。那十年期的债呢也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国外的股市，道琼下跌，道琼是低档的红 K 震荡，纳斯达呢也是在低档震，费半昨天是跌的，费半昨天是跌的，台积电今天还涨，好像两者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样子。 S&P 仍然是下跌趋势之中，那这些科技股好像都是往上翻， Apple 也往上走， Nvidia 往上走，那 Google Meta 那 Intel 就不是很好。那欧洲呢继续往下跌，欧洲继续往下跌，你看人家都是直线性的 往下走，那大陆还在放假，那香港呢是往上弹呢，往上弹，你看每次弹了之后就跌，弹了之后就跌，弹了之后后面再看看吧。新加坡往上弹，你看哦，新加坡还有日经，人家跳空下跌之后三天呢都还没去补这个缺口啊，就是那天美股大跌那天呢，台湾已经站上去了，已经站上去了。那澳洲也是反弹，加拿大、曼谷、越南，那韩国呢仍然继续，今天是小涨啊，但是整个趋势是往下。所以说，你看国外股市都是这种直线性的跳崖式的往下落，台湾呢仍然横盘在这边。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，风险还是很大，风险真的很大。我们刚刚在比较立台跟光宝跟建准的现行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用月线来比准确度相当高，那我们现在大盘我们同样用月线来看，你看
这个是目前的月线结构，下跌反弹之后，它如果说这边再继续跌的话，就会形成一个 M 头。我们看上一次形成 M 头的时候，它的线型是如何？这一次比上次还弱啊，它没办法到上次的高点，这个呢到上次的高点。那你看均线结构，第一条均线，第二条均线，第三条在底下。你看这边的均线结构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，均线结构是一样的。往上跌破第一条均线，往上跌破第一条均线，然后呢，在两条均线之间一个小红 K， 这里在两条均线之间一个小红 K。所以说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后面怎么样，后面如何，后面如何。所以说风险在这边呢，风险在这边呢。所以说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要苦口婆心跟大家去，就说再三跟大家讲这下档的风险呢？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你们没有看到的东西，我们每天都在摸这些东西，后面的行情怎么发展，我们大概都可能性，我们大概都有抓。那现在的可能性呢？有没有可能像这样？有没有可能像这样？就算不像，就算不会像这个样子来说好了，这边这个样子往上的机会有多大？你既然往上的机会不大，那往下的可能性还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？你真的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？所以说大家真的要小心了，真的要小心了。那我们不是不做多啊，我们不是不做多啊，我们是要挑股票啊，挑时机啊。你看我们昨天还是买进的立台这档，今天呢涨停板。为什么会做这档？因为周线往上突破，月线往上突破，所以周线月线都很好的情形下，风险是两元的停损点，离停损点只有两块钱。但是呢，之前它这样一突破的话，都是一倍以上的价格，一倍以上的涨幅。你看这里突破涨八倍，这里突破涨了两倍多三倍，这边也是三倍。所以说这里我们愿意，我们应该一定要进场了，一定要进场。为什么我们有的股票做空，有的股票做多？你看它就是下跌之后反弹，有过均线之后，均线趋势没有反转，又重新往下跌破均线，这个是标准的葛兰碧八法的卖出讯号，非常标准的。所以说这样的股票我们怎么可以，如果说真的要获利，你真的你是以赚钱为目的，这样的股票你怎么可以说放弃它不去做空？就跟这样的股票你怎么可能放弃它不去做多？所以说同样的逻辑，同样的道理啊。你看从周线来看，尖头反转，尖头反转的股票做空，低档突破的股票做多。你看起涨点，它的起涨点起涨之后往上涨了五倍多，而且你看这个起涨点的模式啊，跟这个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，见准呢一样的模式啊，这边起涨点的模式跟这里起涨点是一模一样的情形。但是现在它是长上影线黑黑，而且从周线来看的话，它是下跌之后反弹碰到月线反压，出现带上影线的黑 K。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股票做空，我们这样的股票做多，我们不是不做多啊，不是不做多啊。因为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要首先你要看机会啊，几率多大，往上做的几率大还往下做的几率大，你要看利润跟风险比的比值到底是多大。
你承担这一定的风险，那你后面可以预期有多大的利润。你如果你利润很大，那风险只有一点点，你当然是要下手做啊，要下手做啊。股票没有百分之百没有完全确定的事情，你只要几率大，风险控制住，都应该下手去做，都应该下手去做。所以说我们做空单是这样的逻辑，我们做多单也是同样的逻辑。但行情如果说经过修正之后，行情往上翻的时候，我们会找做多的股票，就跟我们昨天找到2465的股这档一样，我们会以同样的逻辑带着你进场做多。但是目前呢，大盘有风险，有风险，所以说你千万要注意你操作的风险。那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